谁指使你们的？总之有人希望你永远从秦宫消失，连寡人的夫人都看不好，寡人将你们碎尸万段。就该知道这是个陷阱。李夫人对燕丹之恩，今生今世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太子殿下，快快请起。师妹，时间紧迫，咱们得快点。让你们母子分开太久了，只要我能把天明抚养长大，我就心安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需要。那你需要我吗？明知故问。韩长史他有了身孕，是韩飞先生的孩子，借着这个机会装着良人，你也怀孕了，到时候再把韩长史的孩子抱过来，当作是良人生的，再给他一笔金子送他出宫。楚良人已怀有身孕。怎么回事？可是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倒不像是楚良人做的。哦，本宫入宫这么多年，琉璃珠送过祖太后，也送过敏带，大王却一口咬定是我做的，他为何不怀疑敏带呢？